做大做强，这次必须得轰动桃花坞。应该就是无为而治吧。一定要办好，办妥。哥哥，你是桃花坞幕后真正的掌权人。期待你干出好成绩，各揣各的先。是努力跟上你们。那一碗水端平啊，龙龙了不起，我也看不下去了。跟我们就是过苦日子。喜羊羊与灰太狼，在人潮人海中，有你有我。你这领导让我窒息。对不起，真让人头疼啊。这样子呢？那哥哥也来了。哥哥来就是做大做强，好好写你们仨，做大做强。这一次必须得轰动桃花坞。你帮我们讲给军哥颁啥奖呗？弄好啊！好哥哥有很多事情要去忙。哥哥一鼓励，一下就来电了。应该就是无为而治吧。行，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们仨吧。明天之前先给我一个初步的方案。艺术总监，一定要办好、办妥、办强。咱办吧，办吧，办吧！呀呀呀呀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朋友们，朋友们，告诉我谁是最厉害的？哥哥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能洗好吗？能。荒唐，太荒谬了，哥哥。听说你是桃花坞幕后真正的掌权人，你认同吗？我只能说我是丹妈的一个爪牙而已。我只是一个傀儡啊。新的权力中心肯定是国立老师嘛。对，肯定的，肯定的，必须把他推到权力中心。国立老师是权力中心，国立老师的爪牙就是周一围。行，这样分配行。咱得防着点了，咱得防着点了。咱是你的爪牙，对，咱们跟他们制衡。任敏，你想一下，我们钱要怎么分配？是我们所有人把钱集在一起，还是每个人交伙食费？每天我们谁做饭？然后你再想想我们怎么发家致富。我马上就想这个事儿，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，我会干活。我看出来你有这个本领了。人民，我对他的这个印象是，发现他在开会的时候，哎，他还挺敢讲的。不行啊，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，没完没了。让人民当部长，我感觉他挺有那个。我手流血了。那你们快上来贴上个贴吧，把那层那个啥。你看多那个啥，多能张罗事儿。我们无限要投票一个长老啊，同意是人民的请举手。不是，我反对。全票通过。我们这里只有 push， 就是我们现在投给你了。娘娘，你比较聪明，你帮我过来一起想想，我们的钱该怎么分配啊？刚刚龙龙哥给我交代任务，说咱们先放一块用，还是说分开放？然后买东西怎么买？钱放一块用，然后平时投票吗？少数服从多数，只要三个人愿意花钱。哎，但是一开始就把钱聚到一块儿，钱可能会花得很快。哎，但这也不一定。我好想带大家发家致富。我封你一个称号吧，你财务和总秘书。好，好 ，OK。Nice。龙龙哥。哎，我给你们官宣一个人吧。我就知道你最棒了。那个袅袅是我们的财务大师和总秘书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因为他是智商，我是体能，这样的结合一定是完美的。你好会用人啊，期待你干出好成绩。好。那钱要放一起用呢，还是怎么样？各揣各的。我觉得可以各揣各的先，因为后面可能大家经济收入有差别，可能你们俩挣的很多，那我觉得我不配给你买一起用，对吧？不会，我们也不会这样想。但是我要有这个责任心，因为我觉得你们俩将来一定会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前途，所以我是努力跟上你们，但我不要变成你们俩的一个负担。
哇，好感动。你还给他整蒙了啊！看到你俩，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我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好不懂王台。懂什么？哎呀，没事，你这条路呀，我们都走过。告诉我谁是最厉害的？哥哥，能洗好吗？能，一定要办好，办妥，办强。你这领导让我窒息。这哥哥，哎呀，徐医生去犁地。我踩的这条路呀，你慢慢走，可长可长了呀。我觉得这一片以后会是一大片菜地。我已经看到了，志胜你在那儿，你在那儿浇水。浇水。突然就明白了一些什么。那我们就放一块用吧，这样比较那个团结。那也行，我现在就给你。给鸟鸟吧，我来帮他接。志胜哥，把钱拿过来吧，把钱拿过来吧。哎呀，给我留。哎，来，你们看怎么办？我是这么想的。你这是要你志胜哥的命啊！命啊！我这么想的，就是不能拿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哦。有点零花的吧，这有出个门的是吧？哎，确实，哎，每个人身上得留点。总秘书，有点零花的。哎，我觉得可以这样，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整个物价，然后也不知道我们的工资，现在投钱是盲目的，是没有科学根据的。嗯，有道理。那就再等一等再。也行。要伸手要呀，说完就伸手要呀，也行，也行。不是鸟鸟，咱们俩得站起来，我们俩格局就低了。好，你是总秘书，你不能听他忽悠。哦，虽然咱们是一伙的，但是行，反正徐胜给我就能给，你要徐胜不给我也不乐意。不是说我不给，我没说不给，那我的意思不全给。那你给我也不全给。鸟鸟，你这个，那一碗水三瓶啊。那换个投票方式，就是自行加入呗，那个意思就是。第一轮多好呀！啊，我们俩想在一块儿，对。然后他们俩想在一块儿，那我们三个就一起。不超过俩人，就这么定。就是说轮流站起来，然后如果。看，虽然我们强调重视每个人的意愿，但事实证明，当大家充分交流意见时，事情却毫无进展。很抓吗？会议还在继续，局面如何破解？真让人头疼啊！我感觉这样有点丑的。我也感觉。啊，每个人发言。群体生活是一个双刃剑，就是你在这里能享受到集体的快乐。但同时，你也因为要为集体而牺牲掉一些你自己的舒适感。啊，好麻烦啊。我住哪儿都行，我也是。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投票是永远不可能成立的，因为永远不会有一种方案是17个人都满意的。当所有人都 no push 的时候，这个事情就没法被 push 下去了，推进下去就一定要有一个人或者有几个人去推进。没有，就是。我觉得这样呢。哎呀！我觉得这样呢，如果我们先确定三个房子的长老，然后由长老来选出自己屋子的人，大家同意的举手。可以。哎，有戏有戏，可以。再给大家5秒钟，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，这个就成立了啊。行。5、4、3、2、1，成功。好。龙龙了不起，那事实上承载着组织和领导的
这样的一个功能，分寸感这个词很重要，在身上体现的很明显。他是很有担当、很有责任感的一个人，而且很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而且很愿意去主动解决问题。好，给长老啊，毛遂自荐一样，毛遂自荐一个长老，我申请当一个长老。是哪个屋子的？是什么营养？我选摘星。我可以当长老，有人还想当长老吗？可以。但屋长要履行屋长的职责，不能一直不说话，然后不组织，然后不发表意见。对，那屋长给我们讲两句。屋长，我们让屋长讲两句。来，欢迎屋长发言。我们这一季让一个好吃懒做的人赚钱，让一个不说话的人当屋长，还让他组织。来，欢迎屋长发言。OK， 咱们要商量一下，从明天开始你们要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新屋民应该要干嘛。对，我也不知道。龙老，我觉得你多说，其实我听下来你是最靠谱的。他是我们的摄政王。哎呀，那是哥哥慧眼，哥哥慧眼。嗯啊，我说你说的对。所以啊，龙龙，给点建议呗。来，这几天大家可以想想，大家想在这个桃花坞做点什么，然后可以找你的合伙人去做一些筹备的工作，然后可以提案什么的。嗯，今天要不谈好呀，以后都得受累。谈谈吗？要多少钱？600呀。600啊。600，那600你往下砍，你往下砍就完了。这有来有往呀，谁不让砍呢？导演，砍呢？你160，多少？160。你走吧，你走吧，我们也走，咱不行也别耽误时间。已经是翻了一倍了。而且今天我们给你们准备的地方，你们绝对惊喜。那个地方再好，也是为了让我们劳作的。就这墨是金墨，也是我们驴了。对。我们也得要那根胡萝卜。孩子们他们熬夜创作啥的，我看不下去了。是啊，我说适当的涨点嘛。你再往上涨点。对，因为你这跟孩子们心理预期。我给，快到我们的心理价位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你再往200，哎呀，200，再往上涨点，200，240，涨吧，行吧，240行不行？谁240不行？哎呀，240。300，哎呀，行吧，真的，240，主要是蟹枣来都来了，来那蟹枣是面子，心软呐。你们谈吧，不管了这事儿。240，好。哎，成了。跟我们就是过苦日子，你俩想好了吗？我是觉得对我们的这个已经怀孕了，不拿不对了，有一些这个影响。那个耍无赖那个交给他俩就行了。太好了。他俩是那个桃花坞之最。好，这样吧，你自己挑一样给我们吧，快点的吧，赶紧的。挑个葱行不行？值7人来买东西，就怀疑我们5。一起玩也敢说话，但这个还是要感谢龙哥，他经常主动照顾我，跟我说话什么的。在没有这次活动之前，你心中的龙哥是什么样子的？就是我感觉你是一个特别成熟的人。是吗？感觉很成熟啊。对。嗯，明白。然后这次来就觉得你挺照顾人的。妈妈，这次活动的意义你觉得是？我觉得这次意义就是……你好好想想，咱俩这段很重要，因为他们整个就是这些活动用完之后，最后就会用咱俩这段去升华整个主题。所以你现在就是承担了整个这个编剧组的一个期待啊。
压力太大了。因为这次主题是挑战，挑战自己。嗯，你等会儿就是会在大家面前要唱歌。因为这是我们传统，每一个来头都唱了。为什么我不知道？我完全不知道。没看到声音，好多剪了，咱们都唱了。我那时候唱的是《喜羊羊》《与灰太狼》。啊，咋这么多挑战？对，这么尬吗？嗯，我们节目组就是喜欢玩尬的。这些人为什么现在关系这么好？因为都经历过最尴尬那个时刻。嗯，所以要交朋友都得共享一些尴尬的事。嗯，你想想歌吧。背背词儿，背个啥呢？然后还有那个音乐老师会随机给你一些节奏，他会给你十种节奏，然后你要跳不同的舞步。比如他给你山歌，你怎么办？然后给你摇滚、嘻哈、现代舞、四小天鹅、卡门。能完成吗？我帮你啊！啊、哦！不是现在给你个嘻哈。啊、哦！咚次大次咚次大，咚次大次咚次大次。现在四小天鹅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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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突然给你来一个摇滚。灯照人海中，然后你有我。有点做不到的样子。对不起，这些都是我编的。有病啊！通过这个，我觉得咱俩成为好朋友了。咱俩不是朋友了。我就是一把年纪了，还这么容易被骗，真是不应该。这龙哥确实是说谎不打草稿。我希望鸟鸟能够在这个环境下快速成长。那如果这种成长必须要有一个坏人的话，那我愿意他是我。其实。我的心比他更疼。